Hello， 大家好，我是学学。应该很多豆腐跟我一样，等了3年，事到如今都要重新分班了，才终于等到神山 EA 的混活。本期107期活动是3周年前的最后一次活动。Banner 给到的是信，4星给到的是信、瑞希和神代类，3星给到的是天马斯，2星给到的是张人。而且我太在意这次的剧情了，所以我难得是先看完剧情才来做卡面整理。也因为这样，等等聊卡面可能会涉及一点点的剧情。那在开始介绍前，别忘了订阅频道鼓励我哦。作为周年前的活动，我只能说这次的登场角色数量可以说很有诚意。除了卡面的5个人之外，神山就只有慧明没有在主线剧情登场，甚至没上卡池的东尼戏份还蛮多的。详细我们放在未来的剧情整理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拉回卡池，本次的活动名称是 Let's Study Hard。剧情方面讲述的就是神山组 K 书的故事啦，但我蛮意外的是，这样的活动搭配的卡池内容，居然不是偏学生系的设计。这次的卡池名称是 Fountain Chaser 幻影追逐者。觉醒前的卡面统一是剧情中发生的情节剧照，觉醒后的卡面则是以侦探、怪盗、刑警的推理小说世界观呈现。除了 logo 运用了象征3种职业的元素之外，角色的配艺也蛮有意思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首先呢，先来看信觉醒前的部分。在这次剧情中，天马斯、张人和信各自因为大考不及格而必须参加为期1周的课后辅导。瑞希则是因为出席天数不足，也必须参加课后辅导。神之担心搭档要留级的东尼求助本来就要辅导天马斯的神代类，两人加上成绩还不错的瑞希组成辅导小组，目标就是要让不及格3人组成功在补考中拿到合格分，顺利升学。而信这个宣告胜利的灿烂笑容，就是因为补考成功啦。蛮好笑的一点是，其实，在活动开始前，官方广告中的升学分班表就已经剧透大家3人都会合格了。说回这张觉醒前，信呢有一个都市传说，他当 Banner 的时候，在 VBS 香火必然没有笑容，但在混活中必然灿笑。如果你是信推，我真心觉得可以抽一下推角的笑容，治愈一下被香火伤到不要不要的自己。接着是瑞希觉醒前，各位这张我真的超爱，应该是本期4星里我最喜欢的觉醒前。我真的很喜欢角色用这种压着眉毛的方式笑，就好像心里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跟情绪，但绕到最后却还是幸福的感受最为鲜明。这个笑容就像浓缩了所有的想法，带着一点无可奈何和纵容，让看的人有一种被宠爆也想去宠爆对方的感觉。我私心超级想要看到瑞希完全敞开心房，被说了会等他的慧明这样笑。我觉得瑞希也是那种很怕压力的角色，瑞希知道慧明是真的很把他放在心上，所以在回馈对方这件事情上就会把自己逼得很紧，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下面是神代类觉醒前，他和信因为猜拳猜输了，被读书会的大家派出来跑腿。这边2人的谈话内容是关于瑞希。事实上，瑞希本来没打算参加读书会，是因为信的恳求才加入辅导小组帮忙。而这样的瑞希却特别为了信制作日本古文笔记，这让神代类和信都很意外。神代类感叹，或许是因为和信与大家的相遇，现在的瑞希比国中时自在许多。而信则是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得不说，这张卡面的神代类神情真的很温柔。神代类一直都是这样默默观察周遭的人，这也是他守护大家的方式。而信看着手机闲聊的姿态很放松，完全佐证了他认为他对瑞希付出的善意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说这张图除了2人的身高差让人在意之外，信的手机是双镜头的，各位遥想上一期活动的消息，可是拿了3眼怪来着。最后是我推天马斯，我只能说这张天马斯可以无痛入手，真的太感谢了。但看那个得意洋洋的抖鸭表情，还有自带光芒跟集中线的学长阿卡巨星风范，那个自信的拍着胸脯的模样和微微前倾的动作，妥妥就是一个自我推销啊。在剧情中呢，这段是天马斯偷看到张人的练习册，想要展现学长风范教张人数学题的环节。最好笑的是那一题人家张人本来就会，天马斯超级没在听人讲话，硬要教。最后张人呢，可能是觉得太麻烦了，直接放弃挣扎，让天马斯表演。说真的，我一直很喜欢张人跟天马斯之间的互动。虽然张人每次看到天马斯都会发出嫌弃的声音，但本质上张人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对学长嫌弃中还是抱有基本的敬意，这点我觉得很尊。还有在崇拜学长的搭档面前，会稍微收敛一下对笨蛋学长的无言，这点也很赞。顺带一提，这张觉醒前卡面故事讲的是天马斯向汪大秀的大家宣布自己恐怕要留级的消息，超爆好笑，请大家务必去感觉一下。下面呢，来看看觉醒后，首先是侦探担当的信，这章的背景很用心，用许多小细节雕琢出中世纪感的推理小说世界观，像是叼来信函的小鸟到处堆放的书册，很有侦探工作室的感觉。烛台、复古留声机、木质的家具和单人沙发，再加上色调，都有种微英式的感觉。虽然人物占的面积不大，但故事性却很强，更别说还有可爱的猫咪，搭配性闲适的姿态再加10分。接着是同样侦探担当的天马斯，各位这张卡居然只有3星，你敢信吗？跟刚刚的信完全成反比。如果信是走悠然自得的轻松侦探路线，那天马斯就是走一个本格模式的侦探路线。微微拧着眉头、抿着嘴唇的表情，一边看着手里的笔记，一边苦恼到抓乱了头发。认真系的天马斯为什么可以这么酥啦？不愧是我们智星，可盐可甜可酥可笨。而且呢，这张天马斯好看的不止只有脸。从外套袖口露出一点衬衫边跟手腕，还有吊带裤的吊带，但因为坐姿被拉出一点皱褶的衬衫，微微敞着的领口也很心机，翘着二郎腿的坐姿也很飒，带着男性独有的优雅。我不知道这张怎么这么 man 这么尊啊！而且这一切在光源只有台灯的暖橘色微光布局下，搭配颇有质感的木质家具、羽毛笔和复古电话，气氛更是直接拉满。夹得满房间都是的简报、城市的地图，占了一桌的参考资料。正当你以为他在查什么惊天大案的时候，往他的书桌上一看，一截断掉的皮带搭配一张狗狗的照片，原来是在找走丢的狗狗啊！再来呢是怪盗担当的觉醒后瑞希，挑高的圆顶建筑搭配水晶灯，再结合墙上挂着的画作，这里显然是一座美术馆。漫天飞舞的扑克牌和蝴蝶结亮片，原本放着红宝石项链的箱子里只剩下人台和幻影怪盗 M 的署名卡。不翼而飞的红宝石项链正被瑞希随意的拿在手里，显然他是行窃成功啦。这种偷了东西还不走，眯着眼睛邪笑，翘着一双美腿，坐在防盗保护罩上的嚣张姿态，哎，真香！这张的背光效果把瑞希的身体线条勾勒得很具攻击性，腰线跟手臂是我个人最推的点。这套衣装的大腿靴设计呢，交叉绑带让大腿的肉感带点性感，也是我大好评的地方。接着是刑警担当的神代类，我要对这个配役提出严正的抗议。请各位看看神代类这个不苟言笑的震惊表情，你当什么刑警啊，神代类？我看你根本是芳心小偷吧，帅成像是要豆腐怎么活啊！这张应该是我本期最喜欢的4星觉醒后，氛围跟肢体线条我都好喜欢。先聊聊光源的表现方式，本该给人冷硬印象的职业，因为染上了暖橘色的夕阳余晖，变得神秘又有温度。从发丝光到眼睛的反光跟眼神光，都让这种故事性变得更强，让人臆测这张扑克脸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想法。枪管上反射的金属光也是，连着皮手套的反光带出丝毫不动摇的气场，就像一种坚定的宣告，暗藏神代类身为刑警的信念。再加上这个微风吹动发丝，绝了，真的。还有真的要夸夸这把枪画得有够帅，握枪的手指也是有够修长，手控一本满足。这个动作还带出紧实的背部线条跟肩膀厚度，再顺着看到手套跟袖口间的肤色地带，好真哦！整体来说，这张神代类走一个禁欲的本气感，衬衫直接给你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从表情到肢体语言到穿搭，不撩却比撩更撩。希望神代类未来能多出点这种卡。最后偷挖一个楼，我第一眼看到这张卡，真的忍不住在心里呐喊：神代类的眼里是天马斯的颜色，救命！最后是同为刑警担当的张人，讲真的，这套衣服超好看，为什么不时装啊？这个斜背的枪带箍到最上面的衬衫，还有领带跟领带夹，手套的设计挖的洞在手背上，天才吗？最重要的是披在肩膀上的外套，我都可以想象 3D MV 跳起来会有多潇洒了。撇开衣装不提，这张卡张人的动作，这个按着后颈的模样，我怎么就觉得有点闷骚，好好看哦。接着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当期的衣装，首先是信的部分，老样子先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信的这套衣装呢，走一个侦探风格，我个人认为算是中规中矩，没有到非常的亮眼。不过呢，在靴子的部分，我个人给的分数是蛮高的哦，它是一个尖头靴，那在这个脚腕的地方啊，做的是一个翻领的设计，挺特别的。那鞋跟呢，也是有点高，还不错，整个气场有出来。至于在色围的部分，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哦，有4个颜色哦。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白色跟这个 original 算是比较好看的。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瑞希的衣装，老样子，我们先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 这套衣装呢，以怪盗风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Prosega 之前在月卡也是有出过类似的衣服哦。对我来说也算是中规中矩。另外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大腿靴的这个设计，这个交叉绑带呢，让大腿看起来修长又有一点点的性感，算是我蛮好评的地方。最后就是这个单眼的面罩，也算是还不错。色违部分我们来感受一下，有4个颜色哦。 在这4个颜色当中呢，我同样是觉得 original 是最好看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神代类的当期衣装，一样我们先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以这一次的4星卡来讲的话，神代类的衣装应该算是我最想要的。首先呢，我想要提一下这件裤子，它是一个直筒的贴身裤，把腿衬得非常的笔直且修长，加上在侧面的地方它是做了点小撞色哦，蓝色搭配黑色，还有一堆的皮带。 束在大腿根这边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整个腿的比例看起来又更漂亮、更修长了，这点我觉得非常优秀。那在衣服的部分呢，它是做一个高腰的背心搭配格子衬衫，腰的部分拉得够高，所以整个人的比例非常的好看，头身硬生生有多一个的感觉。至于呢，手套的部分我也是给一个好评，它是在手套的边缘做了一个绣金线的感觉，所以手套看起来就不会太死板，反而有一点特别。 至于眼镜啊，因为之前出过蛮多款眼镜的，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吧。如果换成其他的东西，搞不好也会不错。最后就是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它的衬衫领子扣到最上面，禁欲的感觉 ，excellent。枪带呢也是有增加一点小性感的成分。在色违部分呢，我们也开给大家看一下哦，一共有4个颜色。 我自己是觉得 original 跟这个白色的都还不错，尤其是这个白色的跟神代类之前的某一次香火的色违，我觉得可以完美的搭配，就是这一套的这个颜色，2个组在一起，我觉得会蛮好看的。那我是雪雪，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也欢迎点右下角的超级感谢鼓励我。我们下次见，拜拜。